梅西本赛季加盟大巴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已经接近了转会期的末尾，只有大巴黎能够负担梅西超高额度的工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梅西当年的好兄弟曾经的当事第三人在球队中。本来梅西加盟大巴黎想着联手内马尔和姆巴佩，球队在全欧都是排得上号的超级三叉戟，但是随后在法甲比赛中我们也是发现球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威力，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内马尔失去了当年在巴萨的威力。随着这几年加盟大巴黎之后，内马尔也是逐渐失去了当年想要争夺金球奖的魄力，从当时的第三人成为了现在的浑浑噩噩混日子状态。在今日他更是爆出争议行为，直接与脸书进行了最新游戏直播签约，在未来将要每周定期进行游戏直播。要知道内马尔的场外生活本来就很丰富，每周都是要前往夜店，现在还有抽出时间进行游戏直播，恐怕未来他更加没有时间进行训练和对身体的恢复了。现在拿了大合同，他确实松懈了。内马尔之前确实是喜欢玩 CSGO， 现在他的直播项目也是每周要为粉丝带来 CSGO 直播项目。之前在12月17日直播中，他就直播了4小时，全程观众为他点赞了14瓦，并且有着8瓦8的弹幕。他的直播确实人气非凡，脸书也是希望内马尔能够用他的人气帮助他们打入法国直播市场。现在法国排名一的是 YouTuber Gaming， 梅西确实错信他了。现在的内马尔可能是要转型网红了，他的职业生涯大概率也就这样了。